现，虽然一些参赛队为了节省资金，或是因为没有实力而直接走捷径购买机器人参加比赛，但是也有参赛队在坚持自主研制，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的不断积累和全面发展。看你们这个机器人长得好像不太好看是吧？因为他这个学生今年是全部重新开始做的，因为我们是目的主要还是想让学生有一个锻炼的机会，他从这个结构机械设计到电路设计到软件设计是一个整套的一个锻炼的过程，其实不在于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